摩基斯费南迪斯，后防踢得好好，完全唔俾佢咧转身起脚射门，吊高个波，传得靓啊！相信佢自己都明噶啦，下次要俾好啲至得。其实佢睇啊，睇得个局势好清楚噶，系俾波嘅把握咧就争啲过唔到对手啊！个波嚟到波基斯费南迪斯嘅脚下啦，球正吹鸡咁啊，话上半场完咯噃。踢完上半场之后，我谂两队喺更衣室里边咧吓，俾教练闹下啦，都可能要谂下有咩方法咧可以入波噶啦，努力啲啦，两队都系差些少运啫。咁上半场有冇咩特别睇法咁啊？虽然话暂时冇波入啫，但识波嘅，一眼就睇得出边队好波啲啦。场波冇乜进展噃，比数都仲系0-0。下半场开始，好，上半场未分高低吓，睇下下半场有冇啊。而家杰斯啊攞到波啦，碧咸攞到波啦，碧咸一下横传，俾咗个角球喎，碧咸就行埋个波度。及时解围啊！有冇队友可以立翻个波咧？喂，射佢啦！传去外侧追唔到，球正判罚球，普巴连前锋咧都翻翻去后场度帮波啊！一队好球队嘅前锋咧就系第一道防线啊！你睇下佢真系帮到自己嘅后卫唔少噶。碧咸整脚直线，恩沙基。恩沙基传中，传咗俾人哋，出界界外球啊！起脚个波过咗龙门，但系就过唔到龙门框。普巴向前傳出，曼聯試下揾下啲隊友交下。恩沙基攞到波，恩沙基史高斯，斯朗拿度，波基斯費南迪斯攞到波啦，傑斯越咗位啦。呢脚直线一下汤穿晒，呢个直线靓啊！呢球点咧？个攻势咧都组织得唔错，但系难个地咧最衰。防守啲球员咧中间有条罅嘅喂，小心啲先得嘅。普巴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咧？接镬。试下压埋去啦！喂，有机会啊！
入球出现，一场一面倒的比赛又入多球，在那个位置真是点射都不会失的了，简单过头啊！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走掉这个射得之人，简直是明知故犯。领先1-0啊！好像他这些咁出色的球员，无论在哪支球队啊，起跳了，球被扑出，守门员动作真的快啊！跳高一跳，哦，这个扑救真是世界级啊！这个波救下来看起来好像很容易，其实真的不简单。跳起一顶，咦，个波出嚟啦！非常时候梗系有非常手段啦。嚟到呢个时候啊，基本上要夹硬嚟噶啦。冇错啊！古列治，史高斯攞到波咯噃，波基斯费南迪斯，波基斯费南迪斯，呢球波靓啊！领先两粒啦，松口气啦！曼联呢啲快速嘅小组渗入咧，你睇已经猜到滚瓜烂熟噶啦，亦都直接帮助佢哋增加咗入波。AC 米兰而家有后备球员入体，一口气又换咗两个人噃，两个一齐入嚟，战术一定唔同晒啦。曼联领先两球，我要松啖气啦。个波传向左翼，真系够晒力量啊！唔会咁易俾人抢走个波嘅，巴里斯。奥巴美扬，你入唔入啊？大好机会，咁样就冇咗啦。系努力系好事嚟嘅，唉，不过咧一路冇结果咧，真系越嚟越激气啊！列卡特、奥鲁夫，头先真系危险啊！啊，几有心思，不过实行唔到都冇用啦。奥鲁夫起脚射佢。松口气啦！碧咸喂脚直线传埋去中路，咦，解除危机啦！列卡特，列卡特。好快咁向前傳，傳咗過去，射得啦！個波會去邊咧？呢腳直線一下劏穿曬，佢越咗位啦！
直接長傳，熱斯個波嚟到波基斯費南迪斯嘅腳下啦，哇！呢啲就叫 power 啦。球證話完場啦，曼聯憑住整體合作咧贏波，無論球迷定老細都應該收貨啦。Kimana 點樣總結今日呢一場波呢？當然啦，我哋好多咧都會中意睇一啲好有創意嘅比賽啦，同埋咧係好多嘅射門啊入波咁樣。但係其實好嘅防守都係一種藝術嚟嘅。又是时候讲拜拜，多谢 Kimman 同我哋分析讲解呢一场波啊！大家咁话，